为什么要开学？是谁发明开学的 ？What's up, guys？ 你还在为开学而焦虑吗？光还又简单神器了解一下。OK， 来自北通单边油漆手柄，北通 H1。关于手柄的亮点属性，包装都有体现。蓝牙 5.0 更高效的连接效率。关于手柄最大的特点，无疑就是荣耀手机的深度定制，支持 Magic UI 2.0 以上系统的手机即连即玩。当然了，对主流的苹果、安卓机型也是支持的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打开箱子看一看手柄主体。这个是数据线了吧？哇哦，隔着这个保护膜我就能感觉到，蛮不错的啊，这个配色，黄黑配色。这就是北通 H1 的所有配件清单了。安卓激活器部分专卖店会随机配送。黄黑配色确实很亮眼啊，像极了大黄蜂的即视感，而黑色磨砂材质也不一流指纹。原装进口的 ALPS 摇杆帽很大啊，走位非常的灵活。整个手柄键程较短，声音清脆。底部是主流的 Type-C 接口，无极拉伸结构，可无缝夹紧手机，适用于宽度在73毫米到98毫米的主流手机。毕竟是荣耀家的深度定制版，和一般手柄还是有区别的。比如系统底层的智能适配，让连接激情不再等待，通过蓝牙即连即玩。这样的感觉就像 AirPods 和 iPhone 连接时那么爽。好了，等我有钱了，一定要买台荣耀手机。虽然是华为荣耀合作的手柄，却也支持其他主流安卓、苹果机型，只玩官方正版游戏，不分号。贴心。